好，这里是菜鸟音乐，音乐最撩人的地方就是它和听者之间产生的共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几首歌曲很有意思，它可以让你在绝望的时候让你坚持下去的歌曲，一起来听一听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菜鸟音乐，每天为您推荐不一样的歌曲。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2010年，中岛美嘉患上咽鼓管开放症，治疗并没有好转。她于2013年发布了这首歌曲，这首歌火的时候曾让日本自杀率降到了最低。Hall of Fame， 首考乐队发行于2012年的单曲，歌曲孕育了"你可以成为最伟大的人，你可以做到最好，甚至可以征服全世界"。You can throw your hands up, you can beat the clock, you can move a mountain, you can break rocks, you can be a master, don't wait for luck, dedicate yourself and you gon' find yourself. Standing in the Hall of Fame, yeah, and the world's gonna know your name, yeah, cause you're burning with the brightest flame, yeah, and the world's gonna know your name. 今ある命を精一杯生きなさいなんて綺麗事だな。曾经他也活过呀，歌曲说的是一个人自杀了，人们聚焦的是他的死亡，却忽略了他曾经活过的事实。无论一个人选择以怎样的方式死亡，也不是未曾经历过死亡的我们来指手画脚的，因为他曾经也活过呀。生きて生きて生きて